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新雄铁道 2.4 一条龙成就书籍宝箱战利品碟片仙周罗浮游球玉全收集地下二层。我们打开小地图，来到幽球域第一层最上方的这个传送点。传送点出来之后，我们往前，然后在我们的左侧这里有一个桥，我们过桥。过桥之后，这是一个电梯，我们又要用它来到负二层。我们先点击一下，前往什么阴寒玉层。好，下来之后我们再回头。然后我们再选择前往中转玉层。出来之后，然后在我们的西南方啊南方向小地图下方朝这个方向往前，然后这里能够看到一个机枪鸟，让我们跟大家对下话。然后任意选择一个就可以。然后我们直接往上飞。我们直接上升，然后视角来到我们的就西北方向小地图左上角，然后这里能够看到一个宝箱，然后我们拿一下这个宝箱。拿完宝箱之后，我们环顾一圈，这里有一堆监狱，就是大概能明白，就是监狱透明的这个墙，然后有个囚室，我们对话啊，随意对话三个就可以。我们任意找到三个，然后跟他对下话。好，获得成就。然后接着在我们的就是回下头，找一下我们自己。我们要确认一下方位，找到一下我们自己。啊，找到之后，然后我们往下飞，来到下一层。这里有一个机关，这里我们先不要摁机关，然后我看一下啊，在我们的北方向小地图上方朝这个方向往前，前方那个缺口处这里有一个宝箱，我们先拿着这个宝箱。好，拿完宝箱之后，我们回头再回到我们刚才的机关的地方，我们原路返回，回到机关的地方，然后我们点击一下这个机关。这一批我们全都用机巧小鸟来操作。好，然后看一下在我们的这应该是西南方向小地图左下角朝这个方向往前，然后前方在我们的左前方又是一个洞，然后这里又是一个宝箱。拿完宝箱之后我们回头走出来，前方能够看到一个入化，我们来到入化的地方之后，然后看一下哦，在我们的就是东北方向小地图右上角朝这个方向往前，从右侧绕一下，然后这里绕过来，前方又是一个洞，里面有一堆罐子，然后我们走进来，走到最尽头，然后我们往左拐。好，这个地方能获得一个成就，然后往左拐，然后再打开一下这个宝箱。好，然后我们就可以按 I 进行返航。接着我们打开小地图，看一下我们现在是13个战利品，然后看一下我们的成就，然后与你同行的回忆一个成就，众蜜探奇一个成就。